哦，原来唔系呢个道馆啊，要向上行，要向上行去上面嗰个嘅通道对战通道呢一度啊，就有劲多人嘅，好，哇，超多人喎呢度，做乜鬼嘢又？啊，阿刘呢、這个系唔知边一度嘅四天王，唔记得啦。呢、這个桥咧似乎好多情侣约会啊，搞到我咧好压抑啊，呢好似充斥住咗虐狗嘅气息，好唔舒服啊。既然你都啊，请你同我对战一下，黐孖筋，哇，步步。剑舞先，佢开咩技啊？剧毒最憎剧毒，佢系虫岩，即系草技啦，系、啊、啦，草技狩猎凤蝶，佢系虫系咁咪出虫系咯，冇咩冇办法咯，我冇咩技打得同佢。地龙蝎，地龙蝎就大镬啦，俾你杀啦唯有。哦，呢度黑路加用阴谋毒尾压招啊，巨天蝎压招，蜻蜓龙压招，好。好啦，哈罗斯去死，搞掂！哇，又输咗啦，不过冇事，证明咧你嘅锻炼比我更加充分。嚟到呢个大陆咧，令我见识咗唔少。只不过咧，我要去双子岛，听讲嗰度有道馆。拜，回先翻去。好，哇，呢度真系圣地嚟噶！你啲单身狗唔好阻住我哋啊！你可唔可以静静地咁躝开佢就话？我乜意思跟我女朋友嚟呢度约会？你点解中意做电灯胆？唔想理你躝。OK， 你连个 partner 都冇，真系阴功。Excuse me， 你只眼盲啊？见唔到你拍拖啊？哇！呢个主角啦，真系，好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诶、欸，你咩嚟噶？你好，你系训练家。而家咧，小树林咧正进行紧一个 top 训练家嘅选拔啊。只要最快咧连续战胜举办人咧，培养出七个特别嘅训练家，就可以获得举办人丰富奖品，似乎一块奇特嘅石板。有咩用啊？参加证。一见到参加证就会同我打交呢、這个，我精灵全部都系蛇形，因为我最擅长咧操蛇形大嘅精灵啊，所以蛇之王，我快知道咧蛇形嘅精灵会点样对付你。哇，好想呕，见到走，唉，又麻痹，大干蛇，冲浪啊，咁低咧，得68咧，佢哋中途啲训练家知唔知几多咧啊？88咧，呢啲咁低咧，算啲系咩啊？好，花飘花瓣随风飘洒，火花系天使伞下嘅星星，你可唔可以感受到呢种花嘅舞蹈？人称花王嘅我咧，今日就俾你见识下花瓣呢种美丽嘅姿态。花王啊，剑舞花瓣舞，再开多下先咁，十战准备死啊！准备俾我秒杀喺全队。一隻斬死你啦！好，诶，双打猫型嘅精灵好敏捷嘅，一定好清楚啦。你而家面对嘅系有猫之王嘅我特别训练家，诶，唔使双打喎，剑舞下马威电磁波，我最真嘅嘢出咗嚟啦。猫老大，哦，冇麻痹啊，冇麻痹，肥猫男斬，好。再下犬之王咧，切来讨教，未请教。剑舞，唉，死咗啦，已经。哈鲁加，阴谋，火喷，影子，影子，诶，火喷，同我一样，居然。好，龟形嘅精灵咧，最大特点咧就系无可限击嘅绝对防御，喺我。众多训练家获得龟王嘅称号，顾名思义，对呢一类精灵咧系得心应手嘅我。哦，满满啊嘛，黑老家阴谋，唉，又剧毒，真系好黑人憎。有排扣啲咩度？哇，痛到癫，杀咗即刻。OK。水同地面咧两种力量混合啊，可以变幻出咧各种固液态共存嘅物质啊，我知晓呢一点，因此我使用嘅都有呢一种特质，得到呢个泥之王嘅训练家称号。而家就俾你知道咧泥之王嘅厉害之处。乜鬼嘢泥之王人啊？杨哥你，寄生种子啊？喂，唔好啊，干鸟一只打死你。海牛兽又系怕地面噶，催眠佢啊！喷死佢，靓啊！转干鸟，阳光，沼王又系怕地面，
唉，算啦。啊，唔得，一定要出奇花啦咁。催眠，哇，唔中，好嘢，佩服。唔好麻痹啊！唔好麻痹啊！唔好麻痹。连续三弯麻痹你都得噶，你死啦呢度，死啦真系。呢只咧，巨沼怪催眠，交叉切，交叉切，交叉切，催眠。Oh my god！ 食个药睇下点先。足流冇啦，玩完啦，唔想食啦呢度。哇，黐孖筋，又系啲消耗型、干扰型，佢一开始已经有啲麻痹嗰啲，一系中毒，有可能玩得掂咩？就系呢个啦，荔枝王斩，哇一脱筋，耶、yeah, 海牛兽奇葩啦，催眠寄生种子，催眠阳光烈焰，好唯有咁打啦，之后啲哎呀臭臭泥。转地震雨先，地震，沼王，催眠，寄生，阳光烈焰，哎，搞掂，巨沼，催眠，寄生，阳光烈焰，哇，犀利，蜻蜓龙，照用啦，蜻蜓龙嘅话，哇，龙星菌，寄生，阳光烈焰。好，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，搞掂。既然我哋连续打低嗰啲前面称号嘅训练家，证明你有实力啊！因为佢哋咧都系攞到八个徽章嘅训练家，佢哋由关东学院咧培养出嚟优秀训练家。当然咧，我都系，但系我嘅实力系之上。我使用嘅精灵系各个精灵群族嘅王啊，因此我嘅称号系王者之王。诶，最快速度嘅森林蜥蜴啊！解翻我个状态先，解晕，唉，冇得解添。大树果俾呢只，瞓咗去搞先，瞓咗先。喂喂喂，连续两弯唔中，三弯唔中，犀利，仲开错技添我，唉，应该输，输得啦呢铺。输了，十字箭，哇！十字箭，哇！白痴比佢快过尼多王嘅话，尼多王嘅话走一走先啦，换只呢只蛙先，之后回血先，帮我只伊贝地震食多粒先，美味水，好催眠抵啊！唔好醒住。诶，得啦得啦得啦，斩死你啦！请假王斩，超力王斩，哇，全部都系咩最高血啊、最高攻、最高速度嗰啲嘢。好，黐龙王平均影，诶，冇晒技，咬咬，搞掂。我哋赢咗，但实际上有人比你早，系一只咧带住凤神犬嘅女仔，叫做米伊，继续向前行啦。举办人就喺前面嘅米伊。
恭喜你啊，米尔！目前为止，你唯一一个可以击败咧关东学院咧培养七个最 top 嘅训练家，因此作为咧一个官呢、這个优胜者咧，可以获得呢啲奖品。啊，不过咧奖品嘅话，只要石板就嘅就系呢块咧石板，其他奖品随便你啦 ，OK 嘛？当然啦，似乎对石板好有兴趣喎、哦。唔系，只系我嘅恩人需要佢啫。呢一次咧都系我参加活动嘅原因。既然有目的达到，咁我先行告退啦。奖品嘅话交俾其他训练家啦，咁我告辞啦。啊！新嘅 top 训练家，快啲过嚟！我呢、這个活动嘅举办人，你叫咩名啊？好，咁啊，恭喜你啊，完成咗高难度挑战啦，可以完成咧，确实唔多，所以你应该咧相当有实力嘅训练家啦。举办呢个活动实际上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咧就系宣传，第二个咧就系咩啊？哎，头先冇睇到添。好，我第二个目的，当然为咗咧俾我啲优秀嘅学生喺啲树林中咧揾到咧训练嘅对象啦，顺便可以提升佢哋实力，毕竟咧系通过测试嘅人嚟噶嘛，佢哋接下来咧会入会喺呢个树林咧进行锻炼，直到咧参加联盟噶。咁啊，你完成咗，咁呢啲奖品归你啦。神奇糖果 PP 上升，蓝鸡、黄鸡、红鸡，哇，就系呢一个，就有呢、這个有咗二周目呢啲嘅。各种颜色嘅鸡呢啲嘅烧纸之后就可以去到黄金斯洛会员卡啦。好，现场采访喎。哎，采访完啦。OK， 回完血未啊？未回血仲要。好，我唔系嚟搞呢啲噶，我系嚟揾小霞噶。小霞好似喺呢一度嘅尽头啊，冇记错，冇睇错嘅话。喂，又要再打多次白痴噶？点搞错啊！打完啦嘛？你嚟见我孙，我孙咧正翻去成都地区做电脑方便，我喺呢度睇屋企啊。我孙咧话条长脷嘅精灵啊，话时话佢仲喺膝头上咧有个幻影啊，有精灵可唔可以俾我睇？冇咧精灵、啊，诶喺呢度啦，小霞，真系啊，又系你做乜又打我约会啊？知唔知好烦啊？死单身狗，哇，极毒啊！你又讲啲嘢，我当男朋友都唔好意思走，你点陪俾我啊？莫非你想揾我挑战到我？好啦，我明白呢、這个年头我都唔记得咗自己本职，等我睇下你实力啦。终于可以打啦哇！哇，辛苦到咧一连串嘅剧情，唉，唞唔到气，简直打完。睇我表演啦，一隻耳会秒晒你成队。哦，点打噶呢、這个？揾只宝石海星噶。你系电灯胆，虽然你咧拥有好多成都地区，但系咧得到我认可咧，就必须要用全力打到水系小精灵。你冇可能赢到我嘅你，急冻瓜士，哇！你冇可能赢到我嘅你，急冻瓜士，哇！一夜喷死咗我一百呢咁滞，有乜可能啊？我唔信，咦？佢命玉啊，好似唔话知得啦咁。背背龙吹交叉切，我咁快醒嘅你切哦荷叶催眠，只只都有急冻技，真系死啦！空切哇，起身种子诶呢只啦，冲浪。Oh my god！ 冲切，我、oh, 真系要输啲味道。佢雨天队太强啦，雨天队。剑王唔得，打唔赢呢度。我伊贝死咗之后就冇得打赢呢度。不过喷火都地几痛下呢只嘢都。OK。谂下办法先，一嚟用，诶呢个要打嘅原来，催眠，寄生，阳光烈焰，
怪令我催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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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下先中，你话阴唔阴功？佢仲要自带解除果，唉。好，准备啦，先瞓咗去，或者杀咗佢只牛蛙棍先。佢只牛蛙棍太劲啦，一嘢秒到我只伊贝，催眠咗佢先。寄生种子，哇咁快醒，寄生会唔会醒得太快佢？一弯醒到佢，哇仲催埋我转头先，催翻我转头添佢。佢应该会用急冻光线啦，我谂。呢只你有冇？仲结埋冰添，真系犀利啊！我觉得有乜可能一弯可以结冰咁多次？我真系唔系好相信。剑舞，唔好斩死我住啊！急冻哥，唔好死住，劈佢啊！贝贝龙，贝贝龙系草水，唔系冰水草技啊！黐龙王草技啊！宝石外星草技啊，美纳斯草技啊，唉，搞掂啦！果然有翻两度阿散手，我承认你嘅实力。好，蓝色徽章啊 ，OK， 最后再埋嚟同我战斗几点啊？送俾呢个水之波动啊，系可以令对手混乱噶。好，哇，终于打啦，终于打得掂啦，好，终于打完啦，好，今日时间嚟到先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